来我们看背面动作，开头的是我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再拍个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第二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个是顶胯的，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个可以做点扩胸，再重复一下，重复一下前一组动作。好，向上，我们做四下。来，我们向后退的时候看，打开，合起来，打开，合起来，来，重复。好，一个八拍回来。再顶胯收脚，顶胯出收脚，顶胯收脚，顶胯收脚。好，再我们可以拉胳膊做一个扩胸。好，四下，再往后退两下，再往前走，高潮部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往后退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左边来走两下，再打开。回来，反方向，打开，回来，再向右边来走两下，来，再打开，回来，打开，回来，好，最后一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摆胯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在高潮我们再往前走一遍，好，再往后挥手，四下，在左边再两下，高潮它是重复的啊。但是第二遍的时候，咱没有中间间奏后退的那两步，来反方向，我们再走两步，好，收回来，来最后一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最后摆四下，我们可以加个转身 ，OK。好看。